以下是一則特別新聞報導， Uncle Wilson 從重哥哥哭醒阿媽。蛤，咁奇怪嘅，乜嘢叫哭醒阿媽？冇錯，之前呢有個朋友呢就問 Uncle Wilson 啦，啊 ,Lemon Tea 就係檸檬茶， Oolong Tea 就係烏龍茶，咁菊花茶嘅英文係乜嘢呀？冇錯啦，今日我哋想教呢就係菊花嘅英文 Chrysanthemum。咁 Chrysanthemum 呢就總共有13個英文字母，都係一個頗長嘅英文字嚟嘅。咁蟲蟲哥哥呢就用呢個口訣哭醒阿媽，去幫大家記得點樣去串呢個英文字嘅。咁我會將佢分做三個部分啦。第一個部分我哋見到由哭 ,CHRY, 咁哭呢就係喊，好似 cry 咁樣。但係朋友真可能會話喎，但係佢唔係 CRY, 係 CHRY 㗎喎。點解呢？好啦 ,CH 呢好多時會發一個嘅音啦，咁但同時咧，佢亦可以發一個 K 音嘅。當佢發一個 K 音嘅時候，咪正正就好似 CRY cry 喊咁樣咯。咁所以咧，只要記得菊花第一個組合嘅英文字就係 CHRY， 好似喊咁樣。記得用 CH 喎，咁我哋就可以串到 crit crit。咁我哋記就誇張啲啦 ，cry。跟住第二個部分就係 s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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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。就好似中文譯音咁，呢個係中文譯音嚟嘅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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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，冇錯啦。咁記得醒 S A N 咧，就可以記住菊花第二個嘅部分啦。咁而最尾啦，就有 the mum 嚇 ，the mum 就係媽媽，就係阿媽啦。咁所以咧，將 cry 醒 the mum 放埋一齊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得到菊花 chrysanthemum 嘅組合 C H R Y。S-A-N-T-H-E-M-U-M 咁你就可以記得菊花啦。